我今天我得，你这干嘛呀你？我上他们单位找他们领导，我让他们领导好好教育教育他。爸，您都起糊涂了吗？您什么年代？你找领导有用吗？什么年代呀？我不管什么年代，只要还是共产党领导，只要还是受这个国家政治事儿的不能为人管。不行不行，爸，你要是去了是事儿闹大了，对我姐影响不好。我还就是让这种不道德的事儿曝光，我让他，我看看他怎么面对他们同事。不行了，爸，您这天什么乱呢您？怎么了？这我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 没有爱情的婚姻，它就是不道德的。你说两个人没感情就分开呗，人外国人都想想呀，分开来是朋友呢。你说的什么话呀？这是啊？你们这代人怎么想的？你们都，你们当婚姻是什么呀？是儿戏呀？好的时候还是山盟？不好了，拜拜，各奔东西。我跟你说，婚姻是两个人相互扶持，困难的时候他都不离不弃，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美德。再说了，外国人也不全都像你说的那样，你们怎么不学外国人那好啊？你们？ 爸，你说什么？你别去了，爸，你别去了，行不行？非去不可。爸，亲爱的，你有没有想过咱们的婚礼在哪里举行啊？听你的呀，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嗯，今年结婚的人特别多，好的酒店都给订完了，我又不想再等到明年。嚯，这么着急呢？怎么，你不着急娶我啊？ 急呀，我怎么不急呀？我天天着急，急得我心里直痒痒。啊，讨厌。哦，对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我认识一个酒店的经理，他说下个月18号有场婚礼被取消了，跟我说了好几回呢。哎，喂，翟经理吗？对，我是琳琳，我有个事儿想麻烦您一下。 哎，周全，哎，周叔，您怎么来了？红姐今儿不在。我不找她，我找你们馆长。走。哎哎，周叔，周叔，什么事儿？你找馆长，不是有事儿？你跟我说，别找馆长。你甭管，你带不带我去？你不带我自个儿去。哎，周叔，走走走，我带您去，我带您去。怎么这么费劲呢？我怎么了？这是，老赵同志，您刚说的我都听明白了。您想让我给您做点什么？哎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那个周小红是一好孩子，心不坏。 他是一时糊涂，再加上平时不注意学习，你才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我希望咱们领导好好的教育教育他，帮着他深挖这个思想根源，让他真正意识到自个儿的错误，悬崖勒马。好，就按您说的，我明天就找他谈。可他要不听我的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这还了得了啊！您是领导啊，是吧？如果他执迷不悟、不思悔改的话，您处分他。 千万别看我面子，该怎么办咱就怎么办。老周同志，嗯，你听我说，嗯，如今时代不同了，一个人离不离婚，那是他个人的事儿，组织上是不好干预的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用行政手段来代替法律法规，那都是老黄历了。不是，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呀？您可是领导啊，您，这不是没原则了吗？这个，那要像您这样都互相推责任的话。 您还能指望您手下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呀？真是的，我到院去我来了。你们这什么领导？这是。呀，美女，吓死我了！你这怎么着？大礼拜天的还上班？赖昌东这孙子太不像话了。回头我说说他啊。不是邪了门了，我这几天天天能看见你。 不是你不是跟踪我吧？啊！我可听我姐说你有这个癖好啊！不是说什么呢你？谁有这癖好？你当我跟踪狂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也忙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咱俩能碰上那也叫缘分。行了，你少跟我来这套。我告诉你马文姐，你跟我爸的事儿怎么着我不管，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不想见到你，再见到你我就报警。不是你至于的吗你？啊！ 咱俩好歹也认识一场，我这不也为你好吗？我用得着你来回报警吗你？呀，哟，这怎么着？气呢？啊！你给我起来！我不用你管。哎呀，哟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吃海鲜吃坏肚子了吧？啊？起来。不是你这干呕也不像吃坏肚子了。 哎，哦，你不会是？闭嘴！我不用你管，你起来。
老花，老花，告诉我怎么回事？跟你没关系。我不管这事跟我有没有关系，我现在必须听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用不着你管。说句话成吗？啊？嘿，啊？谁让你进来的呀？我让我进来的。有你事吗？我听。出去，出去。老花，哎，这办公室谁的？我的呀。出去应该你出去啊，对不对啊？我现在马文杰谁都管不了了，是吧？让你出去不出去，问你话你又不答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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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赖爷爷啊，周小花奶奶啊，那得你们俩聊，成吗？来来来，你不是喜欢他吗？不不，小花她喜欢你啊，你们俩聊，我走，成吗？我跟他聊什么呀？那不完了吗？没得聊，出去啊！我听听不行啊？那你聊吧，来，别别别，我出去，出去，掺和什么呀，掺和？干嘛？你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告诉我怎么回事，成吗？没事，没事。你干嘛？不听话是吧？好，我现在也不问你了，行吗？我找你爸爸去，我跟你爸爸聊聊，他如何当一个好外公。你给我站住！你干嘛呀？你到底要干嘛？我说对了吗？说对了吗？说什么？几个月了？就一个月，快两个月了。走，我带你把他做了去。别说不去，你想自己把他孩子生下来是吧？我就是不去。别犟了，成吗？跟谁置气呢？你这是？犟了以后对你有好处吗？我自己的孩子我生下来怎么了？我管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自作多情，我多管闲事儿，成了吧？这事儿我管不了你了，我找你爸爸去，让你爸爸跟你聊，成吗？你别去。你别告诉他，我管不了了，我又不忍心看你受苦，我只能找你爸爸去。对不起啊，我求求你了，求你别告诉我，我怕他年纪大了，他受不了这个，他身体又不好。你不是跟我爸爸关系特别好吗？你就当时同情他，你就当时心疼他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求你。让我自己解决吧。干什么呀？你这是起来！起来！不起！起来！不起！要你告诉我爸，我就不起来。不起！
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喂，翟经理，啊，我们已经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我看到你了，哎，这边，林小姐。 真经理，您好。哎，您好。哎呀，让您久等了。没有没有。林丽，我这儿有个电话，我出去接一下，你先跟他聊着啊。那你可要快点回来哦。我很快。林小姐，您能来我们这儿订婚宴，真是我们的荣幸。您太客气了。要不我们到里边聊吧。您爱人这是？他去打个电话，一会儿就回来。 要不我们先聊吧。哎，好，这边请。好。我跟关羽虽然已经分手了，可是我忘不了他，我过不了这个坎儿。我把我的一切，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他，我怎么可能说忘就忘？ 我不想再让我爸为我操心了。要不是因为我爸，我不会活在这个世上。可是当我自己知道我怀孕了以后，我就不再那么痛苦了。我有了寄托，我想好了，我要把他生下来。 小花，我可以不告诉你爸爸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？你以后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可是我相信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 姓关的那小子知道这件事吗？我也不图他什么，他不需要知道。凭什么呀？这件事是他干的，他应该负责，知道吗？ 林总，您先看看我们菜品的规格。不用看了，都用最好的。嗨，您看我这话问的，林总的婚宴当然是最高规格的。冒昧的问一句，您的爱人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做宣传品要用。他叫关羽，就是《三国》里的那个关羽。哎呦，真是好名字。哎，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听过。刚才我看见您爱人的时候啊，就觉得面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？ 这怎么可能？我不是第一次来这里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有可能。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。喂。啊？这个时候还要开会啊？嗯。那好吧，回去我再收拾你。
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马文杰，你有空吗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很重要的事想跟你说。我没空。没空也得腾出空来。周小花怀孕了，是你的。怀孕了？小花呢？没来，我自己过来的。孩子的事儿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亲口告诉我的。两个月。那孩子，是我的。自己干过什么不知道吗？你要是不想认的话，好办。外头随便找个地儿，咱们化验一下。孩子不能要，绝对不能留。我也觉得这孩子不能要，但是你知道这个傻孩子的意见吗？现在这个傻丫头要不让我告诉你，还要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，我劝不动她。所以我没办法，我给你打的这个电话，我希望你能劝劝他。再怎么说，他肚子里都是你的主，是留还是不留，你必须发表意见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劝不动他。我也没法劝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。这事儿不能节外生枝。切伟，关于你说的是他妈人话吗？你告诉我什么叫节外生枝？啊？你他妈现在把人家肚子搞大了，你叫节外生枝啊？有没有责任你？是男人你怎么这么笨事儿啊？说话！这样，你不是专门帮人处理问题吗？对不对？你帮我想办法把这个孩子处理掉。这事儿处理完了以后，你说个价，多少钱？给个数，我不还价。第一次认识你啊！要不是我跟你没什么关系，我真想他妈大嘴巴抽你。小花怎么就瞎了眼，认识你这么一个白眼狼？我告诉你，好，算我自作多情啊！从现在开始，这件事我什么都不管，跟我没任何关系。还有一件事啊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有朝一日，周小花带着她那个孩子找上你的富婆老婆的时候，我看看你怎么办。服务员，这个账算他身上啊，找他结账。
看你这人，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做了几个馅饼，我记得你爱吃这个。哎呀，就这么多啊？嗯，真香哎，好久没吃了，是吧？谢谢你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嘿，你这还挺不错的啊。嗯。怎么样？最近过得好吗？就那么回事吧，每天瞎忙。不过呀，老天有眼，我可是有大好的消息啊！什么好消息啊？我找着我儿子了。真的？在哪儿找着啊？应该说呀，是我儿子呀找着我了。哦。他这孩子呀可机灵呢。嗯。他一直记得我的手机号码，哎，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呀。哦。趁他爸不注意呢，就跟我联系了。嘿嘿。真是谢天谢地，哎呀。是是是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他那混蛋爸爸呀，给他办了加拿大移民。他现在在多伦多呢。哦。不过呀，我已经开始咨询加拿大方面的法律了。我要争取到我儿子的抚养权。好，真好真好。那个，这不是好人有好报吗？啊，那就恭喜你了，阿彩。谢谢谢谢。你最近怎么样啊？一切都好吗？我。嗨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想跟你谈一谈。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，你出去。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我有知情权。真的吗？现在见面都躲着我走，人已经准备向法院提出申请来了。你说这人都怎么了？现在啊，那当初的什么海誓山盟啊，那都一钱不值，跟放屁似的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我真是看不懂了，这是。别着急嘛，你就随他们去吧啊。他都是成年人了，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再说了，你还能守他一辈子啊？话是这么说，可她毕竟是我女儿啊！啊，要让我不管，我还真做不到啊！你呀，就是那操心的命。这样吧，我呀哪天找他聊聊，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哎，那个小花呢？她心情好点了吗？哼，就那样呗。那秦老师呢？你找到他了吗？你提他干嘛呀？你没去找过他吗？上哪儿找去？哎，人各有志啊。他想回来的话，自然就回来了；他要不想回，随他去吧。到底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的跟你没关系，你就好好去做你的成人快婿就行了，不用管我。你想把孩子生下来是吗？那又怎样？这跟你没关系。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怎么可能跟我没关系呢？啊？你放心吧，啊，我不会跟你要一分钱的抚养费，啊。别担心，关总。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？你凭什么不同意？我需要征得你的同意吗？关羽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三道四的？你出去，我不想看见你。你出去。小花，你理智点行吗？你这么做，你觉得值吗？有什么值不值的？我告诉你，关羽，我不是一时冲动，我是这孩子的母亲，我愿意把他生下来，愿意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？你只爱你自己，你知道一个生命在自己的身体里一天一天长大的那种滋味，你懂什么叫爱吗？你。
小花，你就听我的，这孩子咱们不能留，留下来以后将来对谁都没好处。你这么做是何必呢？啊！ 害你了是吗？啊，关羽，太可笑了！我什么时候害过你呀？只有你害我的份儿吧？啊，关总。小花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知道。 你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你想拿这个孩子毁了我的生活是吗？啊，你真是用心良苦啊你！关羽，我现在怎么觉得你那么可怜呢？这么多年了，你就活在你这种自私自利的逻辑里面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？为了自己可以不顾一切？我知道我欠你。 我也知道你对我好，这么多年你资助我，你为我付出了很多。这张存折，10万块钱，你要是觉得不够，那你就说个数。我希望咱俩今天做个了结，从此以后，咱俩谁也别干涉谁的生活。你给我站住！关羽，你凭什么这么侮辱我？ 我告诉你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眼里不是只有钱。滚，滚，滚，滚出去！啊！啊！啊！ 小花，我爱你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你对我的好我没法报答你。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，你就当再帮我一次，帮我最后一次行吗？ 时候不早了，我得走了，下回我再来看你啊。哎，老周，嗯，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呢，你得帮我。你不早说呀！说什么事儿？哎，这个事儿吧，让你帮忙。哎呀。 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开口了。你看你这说什么呢？你啊，咱们俩谁跟谁呀？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。我吧。嗯。到底什么事儿？哎呀！你看你说呀你啊！你都急死我了你！ 我想跟你结婚。
他吗？哎，别哭！怎么了？行，别着急啊，我马上到啊，等着我啊。对不住啊，兄弟，我用下车。对不住，师傅，走，去医院。哎，什么人呢？这是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向律师呢咨询过了，他们说，我要是想得到儿子的抚养权呢，我就必须向加拿大的法官证明，我也能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家庭。这是一个先决条件，否则其他都免谈。那咱们做做样子不就成了吗？不用真结婚吧？不行，他们会派专人调查这件事的真实性的，所以不能作假，必须是真结婚。一旦被判定是作假，那可全完了。可是我……老周，我知道这件事儿让你特别为难，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。否则我不会开这个口。我长这么大呀，还没求过人呢。今天就算我求你了。你不用着急回答，回去以后呢，好好想想，再告诉我。慢点啊，行吗？没事，来，我背着你。哎，小马，我真没事，放心吧。小花啊，我去趟超市啊，你在家好好歇着，我给你买点东西，然后给你做点饭，你好好补补啊。没事，不用了，太麻烦了。不麻烦，水给你放这儿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马文姐，真不用了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哦，那也成，歇着吧。哎，对了，麻烦你明天帮我跟赖总请一个星期的假，行吗？一个星期哪成啊？你这个身体至少得休息一个月，你要是不好好调理的话，以后出问题会很麻烦的。不行，花了那么多事儿呢，我请这么长时间的假肯定不行。这事儿你交给我了，成吗？行，那谢谢你。别跟我客气了。好好歇着吧，我走了。水给你放这儿了。你今天怎么回事？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不管，你得跟我说清楚了，不然今天晚上你别想睡觉。没什么，我就是累了。不行，你得跟我说清楚。真没什么。怎么会没什么？你这个人，哟，你脸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红？你哭了？哎呀，没事儿。关羽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告诉我啊。咱俩马上就结婚了，我爸妈连知道都不知道。
哦，这事儿啊，我答应你，等婚礼一结束，我马上就陪你回家，去看看他们老两口，好吗？按照我们那儿的规矩啊，我应该带你回我们家办，这留在你们家这儿办，我成倒插门了。那怎么行呢？你也知道，光我爸那边就得好几十桌，那都去你们家，就你们家那个条件。关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嫌你家穷，但这是事实，没有办法回避啊。好了好了，不聊这个了。哎，对了，酒店定了吗？你是当家的，你不说话，我哪敢定啊？我觉得吧，这个酒店是不错，但是都在那儿办，太俗了。你看咱们能不能，把这个婚礼跟什么东西结合一下？哎，对了，你不是想办一个影展吗？咱们能不能把结婚跟影展结合起来，一起办？关羽，哇，你太聪明了！经过你这么一提醒，我有主意了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给谁打电话？哎，你别管。哎，喂，东哥。哎，我是小丽呀。啊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小红，咱们俩找个地方聊聊吧。咱们俩有什么可聊的呀？哎，你不敢跟我聊吗？你怕什么呀？笑话，我还没怕过谁呢。那不得了，上车吧。上就上。直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你爸说你要离婚，所以我就找你聊聊。消息挺灵通的嘛。哎，跟我说说吧，为什么呀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别这样，我经历的比你多，你跟我说说呀，对你没坏处。就是为他呀。是又怎么样？你了解他吗？你就确定他会让你幸福？你就确定他比李全强？当然比李全强。他热情、善良又有正义感，最重要的是，他让我现在的生活充满了激情。就这一点，就比李全强百倍。哎，他是干什么工作的？人好就行，干什么的重要吗？哎，你也不是一个小姑娘了，你当然知道，一个稳定的工作对一个家庭非常重要。有道理。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，《周报》的专栏记者。《周报》？哎，他叫什么？那我只能告诉你，他的笔名叫江一石，真名字我就不说。江一石？哎，你没搞错吧？你确定他不是一个骗子？那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是不是听说过他的大名？你嫉妒我呀？哎呦，我嫉妒你什么呀？你说现在社会多复杂呀，什么人都有。你啊，还是小心点好。就算他是骗子，我也认了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我高兴。用得着你说这些吗？先吃萝卜淡操心。哎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？这不都是为你好吗？到时候啊，被人骗了，别来找我哭。哼，我找你哭？你是我什么人呀？我就找你哭，太可笑了。听着，我马上就要跟你爸结婚了，你说我是你什么人呢？我爸跟你这种人结婚？哎呦，你可拉倒吧！不信是吧？那就去问你爸，我懒得理你。走。
早上起来照照镜子，发现我还是那个样子，一样的眼睛，一样的鼻子，只是多了几根花白胡子，辛辛苦苦养大几个孩子，一家人住着一栋房子，虽然没有家财万贯的影子，生不起便就要有个好身子。这一天一天老了，我也不能甘愿寂寞，这心里的事儿我可不想这么憋着，那鸡毛蒜皮说不清到底是谁错，最怕的就是守着空巢数着时间过。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忙忙碌碌中找点乐子，就算当上皇帝老子，不如团团圆圆的一家子。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孙男弟女们全是小子，有个老伴陪我过一辈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个样啊。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忙忙碌碌中找点乐子，就算当上皇帝老子，不如团团圆圆的一家子。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孙男弟女们全是孝子，有个老伴陪我过一辈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个样啊。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忙忙碌碌中找点乐子，就算当上皇帝老子，不如团团圆圆的一家子。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孙男弟女们全是孝子，有个老伴陪我过一辈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个样子。